家来到乐力杯厨房，我是 Catherine。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的是百香果冰沙。将3盎司的百香果调味果汁、一杯的冰块与 150cc 的水加入冰沙机中，搅拌20秒钟就好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百香果冰沙，我们下次见。